是，你们觉得我衣服很漂亮？超好看的耶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你没有？因为我有后台。我靠，我有后背。哦呦，后背要脱了才知道。哎，不行，这有点胖。有点胖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比你胖。我们要比这个是不是？不然脱了，你给我一个月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吃。好了，不要再扯了。今天来干嘛？凯哥来这边当然是有重大的事情，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。什么事？就是凯哥要比赛了。放屁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很荣幸邀请凯哥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的主持人。对嘛，讲话讲清楚，你断点断对地方好不好？我靠，还吞口水。其实凯哥是非常专业的教练，这个我应该还 OK， 我敢承认。对，这没有必要谦虚，有时候谦虚过头，那样其实是很过分的事情。那叫虚伪，过度的谦虚就是极度的自大。你到底想讲什么啦？比赛啦，回到比赛。其实我们的主办人之一是叫做南拳妈妈的张姐，他是我失散的弟弟吗？张凯，张姐。脏脏，没有人比你们脏了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就是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以前大家都看我们两个练，是，是我们两个带人练。那今天我们两个一起带他练怎么样？我觉得主办人必须要先通过训练，才能有资格当主办人。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主办人在哪里？主办人在什么地方？哎呦，出现了，报警哦！开心可以邀请那个凯哥来帮我们一起宣传，五月五号的自然健美比赛叫做 Muscle Star 健美之星跑山一电视，对，第一次在这种摄影棚办比赛，对不对？就希望提供选手更好的环境，然后更好的一些比赛的氛围。我光是想到电视台，第一点我不用担心是灯光，第二拍下来我们有很多机，所以那个摄影的内容也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对，然后当天还会请南拳妈妈会现场演唱，然后还有其他的艺人，就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秀的感觉。主持人当然是会非常给凯哥一个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，可以唱啊，去参加另外一个那个什么日本朋友的比赛，我唱歌，他跟我说凯哥够简，这边唱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OK， 好，可以。OK， 那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很开心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要接受挑战嘛，是要能够通过凯哥的训练之后，我才能办这个比赛。你结巴了？没有没有，是我们两个一起练的，哦，好不好？只有他，不能只有一个教练。那今天我先讲，可以不要练腿，可以练个肩。没有，我觉得三个人民主嘛，投票好，腿腿好，练好就这么说了。OK， 我觉得太可怕了，办个比赛还要被这样虐待，大家以后自己办比赛自己好好想清楚。请问这位先生喃喃自语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，我要热身一下。哎呀，是歌手是吧？对，跟你说啊，歌手最喜欢写诗，我送你一句诗：男人不练腿，只剩一张嘴；男人不练腿，迟早会阳痿。他不错哎，怎么说？荧幕前的朋友，你想要同时有两个厉害的教练带你吗？去办一个健美比赛当主办人。所以你第一个从深蹲给他开始就是了，做半程的深蹲。半程吗？哎呦，腿哈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，在你的选手都一样，这是我认为的事。我比较相信肌肉延展度，而且我相信在延展的半程，我不相信这样的半程。不然我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你抄他一组，然后我带他一组我的方式，好不好？你给我们反馈。好，你这个笑容有点尴尬，我被夹在中间的感觉。这位年轻人，好的，有没有信心？男人不练腿，只剩一张嘴。你先不要出嘴啊，因为我这个热身是包含两个动作一起的，所以你这样等于耽误他的训练。哇塞，来走，火药味出来，白话。今天爱拢乎你。对，这样就一组。好，所以豪哥现在给他这个是深蹲加髋外展。对，然后你大概让他做几下力竭？对，我会抓8到12下，会视状况加上递减组。这是我第一个动作。你把我们主办人腰弄伤怎么办？不会，因为我是专业的教练。我觉得这集感觉很危险，到拍到最后面应该会打起来的感觉，现在气氛不太对。你要不要开始？好，来。好了，我承认张杰平常应该是有练腿的。男人不练腿，迟早对。现在有练腿吗？他什么叫我现在有练腿？我一直都有在练腿，好不好？关心一下。我最讨厌人家说我不练腿。有啦，肥肥的，没有线条而已啦。最讨厌人家说我不练腿。好，我个人觉得像这样子，这个重量跟这个半程，他的腰的风险太大。来来来，我带一组，我放10就。我们安心一点，看到我的重量突然间安心了，非常开心。好，来上，我们要做的是下段的半程，再往前站一点。好，来，我要你一路下去到保险杆，来下，再下，再下，再下。好，来上来到我的手，停下，
控制下去，伸一点点上来到我的手。Good， 全部放在腿上面，很好，来，很好，你会发现你活动范围变大了。最后一个下去，上来收杆子，收杆子之后来往后一步，来，现在空气深蹲，继续来往下走，下下上来到我的手，停下，二 good， 对，保持一切的控制给我，你会觉得现在是油炸股四头，对，油炸股四头就这种感觉，相信你自己， two more， come on， one more， and 可以休息了，哇，不一样的酸痛感，有这种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说这个叫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哦，爱与痛的边缘，有听过这首歌吗？要断难断，于是开胆也未言语，永远在我与痛的边缘。应该，等一下，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要继续练腿吧？唱什么歌啊？好，先走。练了。这个训练是不错了，但是你说不错的时候眉毛有皱起来，你没有真正打从心底感觉不错，也不是这么说，因为训练没有一定的对跟错嘛。我没有说谁对谁错啊，对啊，但我也没有说我对或说你错，是啊，刚刚就我绝对没有说我对或你错，哎，是吗？我当然没有说你说你对或我错，哎，现在绕口令。你刚刚有没有油炸股四头的感觉？我觉得两种感觉是不一样，一个是直接用铁板打腿的那种痛，是；另外好像在旁边一直刺一直刺，两种不一样的痛苦。我跟你讲，练健美没有谁对谁错，不然再下去我跟又拍不完这一集了。没有错，光讲就讲不完了，所以只好怎么办呢？再挑一个动作，再挑一个动作。你现在是觉得有点左右为难，是不是？哎，左右为难，左右为难。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左右的不是为难我自己，是为了相伴，该为他相伴，这人只一不可自拔。自拔什么了？哎，你骂什么脏话？要练了啦，让凯哥来。对，请你指导。练腿除了蹲完之后，当然还有大腿推举啊，哪有人不练 leg press？ 等一下呢？我要你慢慢的往下下来，你的髋骨保持中立，不要有往后翻，然后到你的极限的活动范围的时候，你想往后翻的时候，把脚打开，把脚打开之后，让它再往离心走远一点，一直到碰到这里为止，然后再回去七成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远端的三分之一把它做到极限，来 ，Let's go。哇，这相机不错呢。你有收音啊？膝盖向外微开，很好。哎，你的柔软度还挺好哈，来，轻轻点到哦。Good， 伸肩臀大肌，来来来，最后三下。对，这个时候要冷静，不要让情绪影响到你的决定。停在这边，再伸再伸，好，挂起来。Good， 有没有觉得浑身通体舒畅？非常舒畅。我觉得哈，重量有点过轻。豪哥手下留情。刚刚那样太轻吗？我觉得这个重量虽然轻，可是做这样子的全程虽然轻，所以刚刚的全程到底你的肌肉的燃烧跟力竭感有没有？有，它已经接近力竭，这就不叫轻。但是我现在的方式呢，我想要把它增加一点重量，但我不强调离心，我会要求一个节奏感。多少？一边加三天就好了。怎么突然就满了？刚刚你自己要说轻的哈，好，最主要的是你控制你的节奏，不需要那么深，我需要抓九十度的角度就好。再来，我觉得他的心肺快不行了。最后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当然，我们来做个递减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好，可以。我发现他看起来超级累的，你自己老实讲，这个样子的疲倦下去，你怎么认真的做别的事情？是不是我们刚刚前面稍微轻一点，但是你能够让肌肉感觉疲倦，而身体的疲倦感不要这么大，你就其实达到训练效果。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每一天过在水深火热之中呢？哎，好好回答我。我觉得应该是要适应每个人不一样的训练目的，训练方法可能不太一样。这位小兄弟，两边都试着想要讨好的话，通常是两头都落空了。是哈，你一定要选边站。对，
你一定要讲得清楚哦，你这样不行哦。对，人性毁灭。我觉得这一集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我们不能把这种东西交给一个涉世不深的小朋友来决定。他练成这样叫涉世不深？他就是一个小白兔，你看觉得不像吗？他这么壮哎，对，这么壮，但是他的脸很白啊。要分出个高下，今天我不要让他决定了。你想个办法，不然老师这边觉得说你的方式好，我的方式好。我们这个胜负不要交给别人，我们自己来。你要怎么？你敢不敢？你说，五月五号有一场比赛，是凯哥，您是主持人，嗯，我是主办人之一。我们在那一场比赛来拼出个胜负。好，我们看当天所有参赛选手到底比较喜欢哪一个教练。这个规则给你定。在场上到最后，我是主持人，问了麦克风，问所有现场的朋友，喜欢凯教练的举手。嗯，喜欢豪哥的。哦，不能够接受你用这种方式去，因为毕竟怎么样，你的粉丝比我多。哎，不要来说，不要用粉丝，不要没有。我们不如，嗯，我们就在舞台上决胜负。posing 吗？你现在体脂肪多少？哇，这很高。我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我大概比他高10%。嗯，你现在是10%吧？我现在大概12%。我大概比他高8%，我大概20%。你我也差不多。好不好？一个月，我们在那场比赛。然后呢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我跟你比。中间会有一个环节，我们两个脱掉。对，没错。来一场健美比赛。哇塞！不用脱裤子，上半身就好。这样不公平哎！你是台湾的健美传奇。我只是个台湾的老教练而已，你要让分，不是，一定要让分。那我们打团体战，嗯，你找孟多，好，我找他，两个主办人 PK， 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哈。Mr. Danny， 啊，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先帮你答应了，就这样子，我们两个好不好？对，嗯。如果那一天孟多现场没有办法的话，我找万师傅。你这个，好，就这样说了，好不好？嗯 ，OK。那所以他还要练腿吗？继续练啊！继续练啊！练，上歌吗？不要拍了，不是上歌，上歌吗？认真练，认真练。Muscle Star 自然健美比赛，现在呢报名呢就是要上 Muscle Star 的 IG 的官网，上面有连结，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比赛。其实这一次有特别增设了一个运动健体，有点像是模特健体的概念。如果只要你有报名，我们单一项任何一项呢，你再加报这个就是零元，不用费用。我们就是主要是希望可以推广这个健美运动。那我们这次场地呢是在一电视台的摄影棚，那希望给选手更好的一个比赛的环境，比赛的氛围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参加，希望大家拜托支持。5月5号，我们 Muscle Star 一电视台摄影棚见。